针对于九月六号18:39接获通报，前往大村乡三角路152-14号前处理交通事故，到场发现 A 车陈宇驾驶自小客车沿三角路南往北行驶，至肇事地点欲左转时，与对向 B 车邱南所骑乘之中机车发生碰撞而肇事，另外波及到对向之自小客车邱南经救护车送医，双方酒测酒精检测均为零，肇事责任尚待厘清，本分局依法依规定处理。